印度香辣黄姜鸡 India Spicy Turmeric Chicken。把鸡腿肉切块，在鸡肉上撒上盐，加入黄姜粉，把鸡肉上的盐和黄姜粉搅拌均匀，腌制30分钟。把辣椒种子取出后切片，把香茅拍扁，把蒜头拍扁，取出外皮，切成碎片。
加入香茅、大葱、蒜头和辣椒。把材料爆香，加入辣椒酱，把辣椒酱和材料翻炒均匀，加入清水，盖上锅盖焖煮出味。加入炸好的鸡肉，把鸡肉翻炒均匀入味，收汁后即可出锅。